一百零四年度林冠老人健康促进竞赛，除了有精彩的表演开场，参与的队伍也结合传统民俗表演西丽亚歌，现场是热泪滚滚。参加活动的长辈虽然年岁大，但是精神算是一点啊也袂输给少年人。啊，今仔日参加比赛有信心无？有，啊，咱今仔日今日我正上聚会，八七，八七，哈哈哈哈哈。啊，运动，运动，哎。表演的内容除了会当结合传统的元素，由队伍将表演结合运动的项目，包括游泳、健康操、舞蹈等等。那我们的一个评审的原则哈，第一个重点健康促进，就是讲咱安尼逐工运动，准备去安尼表演的内容，重要就是要让咱的身体真健康。再来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团队精神，好的，就是讲咱这些团队在展现的过程，尽量能够。合作，保持笑容。一百零四年度惠灵关老人健康促进竞赛，有来自全国二十二个老人团队，总共七百二十八位参赛者报名参加今年七月的初赛，最后也选出六队晋级。馆长、市长也出小面的。啊，关公是唱歌，啊，关公是表演，啊，关公是自己的演奏，大家人会拢提出真正好功夫就对吼。啊，所以今仔日来了。我跟大家一样，我每次年纪一天一天年长，但是呢，怎么保持那种活力跟青春哈？我相信这是咱大家共同的目标。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场竞赛，鼓励士大动脑筋，发挥创意，并培养因拥有健康运动的好习惯。另外，这届也被选出四个队伍来代表云林参加为福埔地中区举办的全国竞赛。记者黄浩坤采访报道。